去年在事业文化节，谈出了为单面文盲的国立中华馆的金甲头公规，使中华馆各单面文性骚扰，日前还得无起诉的处分。经过一档共济活动、共济场合，两人再度共台视联互动。中馆针对家己地检署做出无起诉处分，感觉真愤怒，将申请再寄。这位单面文表示，性别平权不应该作为着政治斗争的工具。这张相片是1906年度台塑业文化节台塑业升天冬天的场景。我们观众中华馆各立位的民文性骚扰和恐吓，八月二八号，该地检署以犯罪嫌疑和证据力不足，以无起诉处分。二号暗时，同一个活动，同一个场景，中华馆和陈明文两人共台连互动。咱的立委吼，即马拢徛在后壁面啦吼，伊惊大家看到，来，互我请阿哥一下，欢迎咱的陈明文立委。针对家己地检署做出无起诉的处分，中华馆对此表示愤怒和遗憾，申请再议。中华馆表示，台湾高等法院刑事判决1999年度上议字第2836号判决，清楚写出，就算是金甲头、腰部、脚趾片有穿衫，但无经过当事人同意吸到，也属于性骚扰，是犯罪行为。中华馆讲，台湾现在是由女性总统统治，要求大家要尊重女性的普世价值。不过，陈明文回应，性别平权本该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。伊讲，对国民来讲，目前嘉义县在后续工作更加重要。伊无愿意对着中华馆插这个议题。细心考察方面影响采访报道。